晴天雨天每天都想你 Pop Radio 是我氧气，就一起在一起。 Happy birthday to you Pop Radio 过生日喽！Hello， 大家好，我是廖文强，祝 Pop Radio 十岁生日快乐，耶、新闻最快速，人物最深入，请听 Pop 抢先报。Hello， 各位听众午安，欢迎收听 Pop Radio Pop 抢先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玉邱明玉。各位听众可以透过我们的 APP 收听，或是透过 YouTube 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订阅我们的 YouTube 官方频道917 Pop Radio。 哇，我今天啊来到这个录音间，突然觉得那个气质上升哈，因为我们今天访问到的这个大来宾啊是非常知名的这个作家兼世新大学副教授郑如晴郑老师。哎，你好明玉，各位听众大家好。对，我知道这个老师哈，就是不太喜欢去这个附在别人的身上，但是呢我相信还是很多人都知道啦哈，老师有非常两个成就很好的女儿。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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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就，一个是张莹，那另外一个是大家都很喜欢的哈，我们的这个女演员张钧甯小姐哈。那所以呢，这个老师就是每次人家就说，哎呀，你是张钧甯的新妈新妈这样子。对，我说我是辛苦的妈，不是新妈。不过老师现在自己也是成为了这个广告明星哦。没有啦，那是去帮女儿稍微帮衬一下而已。不会，我觉得你在里面表现得超亮眼的。哦，真的吗？谢谢。对啊，哇，你自己也这样身手矫健哦，非常成功的代言。但是我跟你说，我现在坐在老师的对面。我觉得老师的这个保养皮肤气质整个人都非常的好，你真的完全跟你的这个年纪看起来是不符的。谢谢哦，谢谢你，谢谢。好，那我们呢这个回来我们今天的主题啦哈。那老师这一次郑如晴老师呢，他推出了他的一本这个书哈，叫做凿科家貌。我必须讲哈，这是一本我看完之后呢，我心里蛮感动的，因为他给我一些，就是因为我自己有两个小孩，我两个小孩非常的小哈，对，就是让我对于这个教养，比如说跟小孩子的教养，因为大家以前都会觉得是要那种权威式的哈，你就要听我的哦，我就是为你好这样子哈。可是我很羡慕，我觉得老师是可以跟女儿成为就是母女般这样成为朋友。好，那我们先从这本书的这个书名《凿科家貌》，老师怎么会用就用“凿科”的这样的字？对啊，很多的主持人都问过我这样的问题啊。那其实“凿科”，我用这两个字的最主要的用意，其实就是要提醒自己，也提醒读者说，家经营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就像我们要拿个凿子去凿，用力去把它雕刻出来一样啊。所以里面的有一个精神，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非常用心的去经营我们的家。因为老师自己从小哈，就是有一段比较坎坷的童年啦，是包括就是说母亲早逝啦，然后就是从小寄人篱下哈。对，哇，老师这个小时候有寄宿过四个家庭，哎，就一直在颠沛流离当中啊。其实说技术也不太正确。那首先呢，因为我从就是出生到6岁，那我那时候是在保姆家过的就是说我的外婆把我放在她的嫂嫂那里，就是我妈妈的舅妈。那等到我念小学的时候啊，我外婆就把我接回来念小学，因为那时候我妈早就过世了嘛。对，等到呢我小学2年级的时候啊，然后我外婆突然间过世。那时候我父亲因为政治的关系，他已经到了日本了。所以呢我外婆过世了，我们家三姐妹就顿失依靠嘛。所以呢就必须要回到属于我们的家庭。那我们的家庭到底在哪里？其实就变成说是我父亲
跟他的那个下一任的太太啊，组成了一个家庭，就是我的继母。所以那这样算不算是寄宿呢？哦，我就，这可以说是不同的家庭啦，因为他其实也是属于我父亲的家庭，是就等于我们的家庭了嘛，只是说不同的女主人罢了。所以老师从小就会对家的样貌会有一种期待啦，哈，因为你可能自己比较缺少这样子，就是一个不能说完整的家，就是一个美满啊幸福的家庭，外界定义的这样子，对，所以你可能对家会有更一样的这个渴望。对，可是老师我先这个跟一个书比较没关系的，是我自己好奇是说，因为像你这样子的一个成长背景，有的人可能就会歪掉，比如说对我爸妈都不要我了，然后就是我就是我有不能说自暴自弃的人生，但是你怎么样要像你这样子遭遇的人，要如何坚定自己的心性，就说我不要变坏啊，我还是可以成为社会有用的人啊，可是你要从小要这样子的。对，我是希望说，如果跟你有同样遭遇的人，你要怎么样的鼓励他们，就是坚定自己的信心，不要因为说自己的家庭背景，然后就好像会有一个自暴自弃的理由这样。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最主要就是关系到一个人喜不喜欢阅读啊。那么我从小我就非常喜欢阅读，那从阅读里头呢，我就可以给我很多精神上的一个鼓舞，比如说童话故事里头啊，怎么样变成一个健康的人，不是身体的健康，就是精神上面的，还有那个我们各种方面道德上面的啊，这健康人。那第二个就是说，什么样才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虽然我自己没有，然后我在心里头我就慢慢的有这样的一个雏形啊，将来我有了家庭，我希望是怎么样？那这样的一个健康的家庭、美满的家庭，孩子应该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应该怎么样走的是一个比较正途的人生的的规范？我想书跟文字给我很多的道德上面的一个规范。哎，对，所以当然就是说，人家常说爱阅读的孩子不会变坏嘛，对不对？可能也有一点道理嘛，了解，对，因为你知道我们，因为我是记者出身嘛，哈，那我们也访问过一些，就是说一些比较误入歧途的孩子哈。那当然我们就会听他的成长背景，有一些就是说单亲，或者说像你这样子从小碰到可能父母不在身边，那他们都会有，我不能说是借口，因为每一个人的遭遇不一样。是。那有时候我们苦口婆心的劝他们的时候，他都会说啊，你又不是我，你怎么会了解我的心情这样。对，所以如果说碰到了所以我就一直想要问老师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对，那如果以后碰到这样子的个案，我可能就会用老师的这个例子去鼓励他们，你要成为一个爱阅读的孩子，至少你有一个心灵的依靠。对，依靠，对对，就是说当然很多人在心灵上面，有的人就是皈依宗教，对不对？对，那像我的话，我的宗教是什么？就是书本对不对？我就觉得，我阅读，其实我阅读非常的广，我不限于只有文学的书，我也喜欢看心理学的书，我也喜欢看科学的，我也喜欢看天文的，我有时候常常看那个《时间简史》啊，我非常喜欢说，我好想那里面想去研究那个虫洞是怎么变成的，怎么来的等等。那我觉得这些就可以填满我们心灵上面那种无依无靠的那种感觉。有的时候是打发空虚、寂寞、无聊，有的时候是找答案。对，然后有时候是增强知识，对，好，有些时候就是人生的一些无解的或无奈的问题啊，我觉得在书本里头都可以无形当中提供我们很多的解答。而且现在一直就是到你现在还是有大量阅读的习惯，对啊，我就是几乎每个月都会去买书，不一定都看得完，是，但是我很喜欢就是说那个书随时等在那里等待我的那种感觉啊。有时候没事的时候抽一本书，或是你刚好写作有一个灵感的时候，哎呀，你忘了一个某一个句子，哎，你就是书中找，那我觉得那种感觉是很棒的。哇，那你家不就满坑满谷，通通都是书？哎，我有一个书房，那个堆积很多。我家里最乱的就是我的书房。好，我是认为说那个老师讲的非常有道理，就是书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朋友。同时，我觉得老师的气质就是从这个看书
哦，就是书里面这样内化出来的。哦、谢谢、哦。好，那也希望就是说有给像这样子遭遇的朋友，大家一个正向的鼓励啦。哈、嗯，并不是说啊、哦，好像你如果碰到比较悲惨的哈、哦、这个家庭，就要自暴自弃，不是这样子的。嗯、我们同样也有像正向的老师这样的例子。我们休息一下，好，广告了之后，我们继续谈谈老师在书里面有提到，就是包括就是说您就是有一段时间是在德国，好，然后带着两个女儿生活，那也过了一段。虽然就是物质上面有点艰苦，但是在心灵上面是蛮富足的。好，这一段的际遇，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跟老师讨论。好的。欢迎回来收听 Pop Radio Pop 抢先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玉邱明玉。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作家，还有这个世新大学的老师教授哈，这个郑如琴郑教授，他出了一本书叫做《凿科家帽》。那这里面呢，有老师的一些跟女儿们相处的过程啦，还有一些教养的这个心得啦，哈，当然不止了，还有包括他自己人生的追求哈，我觉得都是蛮值得大家来参考的。所以我们这一个小时之内呢，我想跟老师好好的来讨论哈几个比较有趣的问题了哈。老师，你在书里面有提到，就是说你当然就是结婚之后建立自己的家庭，那当然是因为这个另外一半的工作关系，所以你们有很长的时间是在德国。对，那是啦，对，在德国，对，在德国，因为那时候那个小孩的爸爸拿的是德国的政府的奖学金，是爱德诺的总统的奖学金，所以我们去那一边，他因为修习的是研习的是法律，所以我们在那边生活了七年。哦，老师，你本身会德文吗？会要翻译过好几本书，是你在台湾的时候就那没有，那时候在台湾还不太会，所以你是去那边的时候去那边对是。经过七年的时间，你的德文就这么厉害都回来？也没有厉害，现在已经忘了差不多了。德文很难学，我大学的时候有本来有一度动心转念要学德文，哦，那阿贝切德，后来就整个就不行，那文法太难了。对，语言的东西就是你要常常去用，那久不用就会忘了。我现在拿起我过去翻译的、那些那个经典童话、来看，我怎么那么会翻了、其实不是，我现在忘了很多了。对，我也就是一个有趣的过程、但是我觉得其中最有趣的是说，你为了那时候因为可能生活比较刻苦，光是奖学金不够嘛，对，所以你那时候也要去就是贴补家用啦。对，结果你曾经有在这个德国的侨报去刻钢板哦。对，那时候我们早期因为都没有电脑嘛、那我们不是在德国的时候也没有印刷嘛，所以我们都是用写钢板的啊。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就每个月啊，光是这样刻钢板啊，我拿的费用就有奖学金的一半了。哇、对，所以等于对于我们那个家庭呢，四个人的家庭呢，不无小补。哇，可是你也同样付出了代价，你喝到手指都长茧哦。对啊，因为这每个月都有很多的那个文字嘛。那当然我自己是刻钢板，我自己同时也是主编嘛。就把它那就是很顺理成章。那时候对于我而言这也不是一个很难的打工的工作。为什么？因为第一我自己本身就喜欢文字嘛，对不对？那第二呢，就是说，顺便训练自己在这个编辑方面的工作啊。所以对我来讲，其实是如鱼得水的。哇，跟我能想象，你就是看起来一个瘦瘦弱弱的，然后这个没有啊，刻钢板很简单啦，哦、真的、对，不难，不难。把它想象成那个不是很人，需要花很大的力气。No， 不会。Okay， 这个是一个有趣的一个历程，有趣的一个工作。不过当时因为你在国外生活哈，那
除了就是说这个要还要自己去打工之外呢，对两个女儿的教养同样也是非常的注意哦。那这个我比较好奇的是说要怎么，我相信这一个很多妈妈的一个困惑，你怎么样能够把孩子赶到这个八点钟就睡觉啊？还是当时他们的社会氛围是这样社会本来就这样子，七点到的时候啊，那个收音机里头 radio 就开始说，哎，各位小朋友现在睡觉时间到了，晚安，然后就开始晚安曲就响起来了，哦，对不对？他们德国的 radio 是这样子，哦，对对，就是七点就是小孩上床睡觉的时间。所以我那时候刚回国的时候，回到台湾的时候，哦，就想啊，这晚上到底怎么满街还是到处都是小朋友满街跑，哎，拜托，对啊，我七点才下班呢，这七点就要睡觉。对啊，那我觉得其实七点让孩子睡觉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好处啊，就是说父母下班回来了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因为那时候孩子上床休息了嘛，那你父母啊有空闲下来，譬如说彼此聊天啦，聊聊彼此工作啦，对不对？那心情也可以放轻松。那不像我后来看到的，就是说台湾的很多的父母，包括以前我很多同事，就是小孩都到十一二点不睡觉，他说他下班回去还要继续照顾孩子，对，到十一二点，他说他简直整个人的就累瘫了，哦。你真的讲到我的心声哎，我就是你讲的那个人哎，赶快教我。那我说哦，第一你得检查一下，是不是你的保姆下午都让小朋友睡觉？现在不管是保姆，或是我们的小学，甚至我们的安心班或是什么幼稚园，都是这样，啊。对，那有些保姆就是让孩子睡过头，睡太久了，所以呢，等他下整个下午睡得饱饱了，当然晚上精力充沛嘛，你回来的时候正是他发挥他的精力的时候啊，okay。 那你不是说被磨得半死嘛，对，磨得累得半死，所以我都跟人家讲说，第一你说在台湾的风气下午小孩要睡觉没关系，那你就让他睡个比如说小睡顶多一个小时，okay。 你不要叫起来，然后让他疯狂的去玩，玩到最后他到了晚上他很累嘛，对，他就及早睡觉。那如果你反过来，你让他下午整个下午睡得饱饱，请问他的精力如何发泄？他是不是你回来他开始磨你，对不对？哦，对，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关键点。那很多人都没有去探讨说为什么，要去找原因哈，对，都不会去看探讨说为什么这样子。OK， 谢谢老师，待会我要回去看一下我的小孩到底睡多久。对，我真的觉得而且老师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如果让孩子早睡，当然他们睡眠很充足之外。大人也有很多多余的时间，啊，比如说像你就很厉害，你就是还可以照顾孩子，闲暇之余自己可以写长篇小说， 对， 对，我可以写作，我可以翻译，然后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你第一篇长篇小说《沸点》啊，我那时候是回国的时候，已经回国了。OK OK， 那你就是利用晚上十点到半夜三点半，那时候因为我在《国语日报》那时候还在上班嘛，是上的是整天的嘛，是整天的班。所以我大部分就是说回来煮好晚餐，然后呢所有家事做完了，他们两个也都上床去睡，不过他们那时候已经是国中高中了， OK OK， 但是还是培养早睡的一个，对，所以你教养的孩子的第一个守则就是不让他们太晚睡。 对， 但是君宁偶尔会例外，因为那个时候我女儿偶尔会例外，就是那时候她的数学老师出的功课非常的多，所以她常常要写到十一二点，所以我常常说一声令下不准再写了，不准再写。他说啊，可是一百题耶，老师说一百题一定要写完。对啊，我说没关系，我就跟你们老师讲，我说这个写到十二点太过分了啊，但是呢，他一定是不会让我有这个机会的，为什么？他一定坚持要把它写完。哇，对，所以他也是一个自律性。哦，我觉得，对，我觉得你的女儿跟你都一样，都是你们都是一个自律性很强的人呢，是自我要求稍微的多一点吧，对。所以就是说，你认为从小到大，你就是认为说，他们除了课业逼不得已，但是就是尽量让他早睡，对，尽量早睡，然后尽量养成就是说生活习惯哈，好一点。然后给他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方向。好，你讲到大的方向，这是我待会第二个要问的问题了哈。是就说在你的书里面，你有提到说你跟母女大概都是说像朋友这样的相处，像现在你们还是很交心嘛哈，就是包括他们有任何的问题啦，都会想要跟妈妈讨论。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最害怕就是小孩什么事情都不跟你讲。对对，那你可不可以教我们几个 撇步？没有 撇步，没有啦。不过我也希望说，听众不要误会，以为我是模范家庭啦，好像我们家都不吵架。其实没有这样的模范家庭，因为母女之间或是父子之间啊，必定有很多的争执的一些过程，这才是一个家嘛，对不对？然后，但是呢，重点是争执完了以后。啊、哦，我们有没有彼此了解？啊，彼此做一个和解，就说啊、哦，我原来了解你的心意是这样子。那我虽然不能接受，但是我理解了，我也许会自我要求退回到那个底线。这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很多人就是争执完了，那个怨气一直还在，他并没有被和解。那我觉得这是。长期以后会变成就是双方关系那种很紧张，所以有一些人就是说你没有和解，那只要一句话一出口的时候啊，马上就引起争执，后面的话就再听再也听不下去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蛮重要的，对。好，那这个老师就是在这个书里面有特别提到哈，比如说像您大女儿张莹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当那时候，因为她是读精华，我也是精华、是、啊。然后那个军令是景美女中、我也是景美女中，哦、真的、啊，我们都是，我们都这个成长背景有点像。那我们稍待一会儿再来请老师。帮我们解述一下哈，就说在张莹的这个求学过程当中，精华大家知道它是一个升学的比较导向的学校了哈。可是当时你可以独排众议，让张莹她就是喜欢这个美工啦、美术啦哈，你就是独排众议，让她去读这个复兴美工。是，那全班只有她一个，那当然你自己要支持她这样的决定，也要背很大的一个压力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老师是用什么智慧哈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智慧是不敢了。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讨论。好的。欢迎回来收听 Pop Radio Pop 抢先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玉邱明玉。今天邀请到的呢，是我们凿科家茂哈的这个作家郑如晴郑老师哈。老师，我在这个书里面有非常非常羡慕啊，就是说你跟这个母女相处像朋友哈，当然你有一套的这个教养方式。可是我这边当然这个书里我还是有个问题，我自己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是，对，那我当然就是说最害怕的就是说孩子什么事都不跟你讲，然后就是。会甚至会开始说谎欺骗，可是我这个地方是我自己用私心啦哈，就家长身份请教你，要怎么样做到孩子就可以对你坦诚以待？譬如说，你明明知道说，可能他楼下有男同学哈、要来载他，然后要骑奥多拜，要骑摩托车，那你会担心啊。可是你阻止他的话，他可能。最后的方法，最坏的方式就是欺骗你。没有没有没有，我坐公车去，就后来发现你从下面往下望，诶，他明明就坐男孩子的摩托车，对。对，那譬如说他明明要跟男生去联谊，他想去，那你如果他跟妈妈讲，妈妈一定就反对啊，不行不行，太危险了，什么跟男生怎么可以去联谊这样。然后但是他可能就会骗你说啊，我去图书馆。那最后你可能某种程度又发现，就是说这样子的说谎欺骗，然后不信任，然后会导致这个关系，我相信很多这个在教养的过程当中，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也想趁这本书《凿科家茂》，你有提到说，你的小孩哈，就是在教养可能比较没有叛逆的青少年期，要怎么样做到母女俩可以像你这样，就是说都不要骗人这样，对。其实你刚刚讲到是说，首先说跟男生联谊的话，我一定会举双手赞成、我说你去吧，我说你要多认识几个男生，因为交朋友也无妨啊，你才知道说跟男生交往的整个的过程还有男生在想一些什么。那你不会担心说他被骗啊、被下药啦，或者是说被带到什么不好的场所啦？不是啊，你交易嘛，你交易总是有一个界限嘛，你就像跟
跟男同学一样交往一样啊、嗯、但是你会告诉他说、欸、你小心哦、okay、现在社会上正在发生一些什么的事情，是，对不对？你会跟他讲说你去没关系，多见识嘛，对不对、okay、然后呢像这种的环境，我以前我常常就会在下午的时间、嗯、啊，礼拜六的时间我就布置啊一个下午茶啊的时间、嗯、或是礼拜天我们比较有空，那我们就来聊聊天，那你这时候很郑重的就是说大家全家一起啊来，就说哎我们来喝下午茶，嗯，然后三个人就很开心，准备盘子，有人去买蛋糕，有人干嘛的、哦、然后就很坦诚的，就觉得好像那个下午茶的那种欢乐时光啊、嗯、正是吐露彼此心思的那种重要时刻、哦、他就会把很多的事情跟你讲，是，那你在这时候你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嗯，或像朋友一样、嗯、你说哎我真的都没有在阻止你们了、哦嗯，但是我告诉你们现在社会上有一些什么险峻的事情啊，那、嗯、你们要注意、嗯、他们就会告诉你说哎，你放心我不会那么笨的，嗯，好，我去只是看一看而已，所以你别担心、哦、等等的、哦、啊，那比如说坐摩托车这样子，啊，坐摩托车我也会跟他们讲说哎，很危险的、嗯、我觉得所有交通工具里头啊摩托车其实是最危险的，是，对，我说我自己坐了，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想坐摩托车、啊啊、我跟我妈抗争很久，是啊，但是我现在自己做了妈妈，我可以理解妈妈的心情，尤其是女生，对，一勒才一次、啊、哇就完了，那个漂漂亮亮的，对不对，是、哦、是，对，然后我的女儿就跟我讲说哎，你放心啦啊、哦，这我尽量不会啦。啊、哦，我尽量，但是我跟你讲，我曾经有一两次做过，他有时候会这样跟你讲，哦、那我就说哦。我说哦，那好家在啊，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我说尽量不要。他说会会，我会尽量听你的话、嗯嗯。像类似像这样子的，那当然他有没有骗我，或是像你刚刚讲，也许他偷偷我不知道。嗯、但是至少尽量对、嗯，至少我觉得我的话说了，他有坦诚在跟我好之间有一种交流、嗯。然后同时我一再跟他们交代，就是说我们这样的坦诚的对话哈，其实我只有一个用意。就是说往后人生当中我们可能你们也会碰到很多的问题，是，或是做错了什么事情，是，但是呢你只要做错事情或是遇到什么困难你都来跟我讲，是，都没关系，因为跟我讲的目的啊不是要得来我的谩骂，而是说我只有一个目的，我希望知道的只是说我如何来帮助你解决问题，度过那个难关、嗯、跟你解决、哦、一起解决面对那个问题而已、嗯、所以你无论如何做了什么事情你都千万不要啊，就对我对妈妈隐瞒、嗯、那我觉得这种是一种安心啦，对，我安心他也安心的一种交流跟对话。老师讲的真的讲到重点哈，比如说像小孩子有时候诶他打破杯子打破玻璃，然后老师那个妈妈就会说谁打破的、啊、是我啊，是我就要妈妈就开始骂了，这样那想说那我干嘛跟你说，我从来不会，那我干嘛跟你说，那我就说哦是他是别人是不小心什么的，就会对，所以我会觉得说老师讲的非常好，小孩子跟你坦诚不是来讨骂哀，对，事情发生了他其实是来寻求你的帮助，对，希望那个你能够解决，但是也不要用说教，你我相信老师也不是用一直用说教的方式，我譬如说我碰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嗯、我一定只是说啊怎么这样子呢、哦、然后接下来说我们来想一下，看看我们想看看怎么办解决方法，我说希望我们想了一个好办法以后、嗯、你要永远记住这一次的给你的教训或是什么、嗯、我觉得要这样、嗯、否则他累积起来他的经验，他的大脑告诉他说你只要做错了妈妈一定要骂你、嗯、这个观念来在他这脑海里头啊，他以后遇到任何事情他真的就绝对不会跟你讲了，嗯嗯嗯，对，是，好，诶老师我觉得就是说你真的就是从自己身上就是会就是还除了很自律之外啦，是，就说你还带了很多的原则，就是自己会做以身作则给小孩子看，比如说你在这个家里面还会设计有一个阅读室，是不是、哦、对对，所以大家还会就是说你不止自己爱阅读、所以也影响到了你的这个小孩也爱阅读，对，所以他们就跟着你也都，所以你会有
独具匠心，把你一个本来一个储藏室，对，然后就会变成一个阅读室。对，因为我刚回国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那个台大教授啊，那他因为在我们在德国的时候，曾经帮他办过那个 seminar 研讨会，那他觉得他蛮感激的，所以呢，后来他就把他的那个宿舍啊，他就让我们住了一阵子啊。那么那时候他保留一个储藏室，就是放在家里的所有的东西嘛。因为那时候短暂的他没有住在那里，那时候我就是哎，把那个储藏室啊把它隔开，用布帘把它围起来啊，那帮他买小桌子啊小椅子啊等等的，然后他们一天放学回来的时候啊，我说哎，我给你们个小东西看看哦，他就把他带到那个房间，他两个看到那个小书桌小桌椅的时候啊，还包括那个外面的那个阳光射进来，窗帘在飘动啊，我女儿告诉我说她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下午啊，妈妈把他们领到那个小小的那个什么那个小的书房的时候那个喜悦的感觉。所以他们都一直刻在对刻在心里面。那我觉得那个感觉我也很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大人为孩子布置了一个惊喜。对。那个惊喜我想你自己很开心，小孩子一辈子也不会忘掉。那老师你有提到就是说在这个比如说张莹成长大女儿成长的过程当中，他虽然读精华、那个是一个升学学校，是，可是当时这个他的看起来的这个兴趣是摆在这个美工上面，对，所以你就毅然决然就尊重他的决定，是让他去读复兴美工，是，可是全班只有他一个人，对，不是去读正统的高中，对，是，对，那你怎么会去支持他就做这样的决定？因为我的那个老大张莹，他数理非常的糟糕，很差，有你说他跟你一样，对对，但是他比我更糟糕哈，对我那时候顶多偶尔不及格一下哦。但是他是那种永远三四十分的那种就很糟糕。那我心里想，哇，这个念高中很辛苦啊。那他自己也知道，说他这样的这个数理去念高中，他很辛苦。然后因为他的那个美术啊，就画画方面啊，就是那个全班就是成绩就分数都最高的，所以他们班的那个后面的壁画，全部都是那个布告栏都是他在布置的。对，所以他老师也蛮喜欢他这一点的。然后后来有一天呢，早上我就接到他的老师打电话来，他说某某人的妈妈，张莹啊，要报考那个高职，你知道吗？我说对啊。他说可是我们全班只有他一个人呢。那个家长，所有家长绝对不会让孩子去念高职，一定是要高中，逼着他们念高中。我说不会啊，他喜欢就好啊，而且这是他自己坚持他的选择。那我也觉得说他的选择是符合他的兴趣的，所以我全力支持。那老师最后讲一句说啊，你好特别的妈妈哦。对，真的就是即便我们现在这样看还是一个特别的妈妈，但是是一个勇气的妈妈。那我们广告一下呢，我们这个休息一下我再回来。但是这个其中呢，张莹她虽然读了复兴美工，但是她也考上了这个大业大学，对不对？她是甄试的，甄试上去。是是，好，可是呢这个时候呢，郑如琴妈妈她也做了一个决定，她希望她的女儿呢可以回来台北去考这个台大的农推的环境系，对不对？景观设计，景观系，农推，农推景观系。那这个地方就让我有点不解了哈，感觉就是说你前面是很尊重他的一路发展，但是你在他成长过程当中，你又希望他回来再读台大，那我就有点不懂，这个是。假民主假权威，但是你心里还是有点名校的名思吗？这个是我自己心里的一个疑问了哈。我们休息一下，我再回来请教郑老师。好，请你遇见每天都想你，把你黑夜都要在一起，生活有你从此变得精彩有趣。我大声地说我爱你，把 Radio 又是我氧气，抢先报。Hello，
欢迎回来收听 Pop Radio Pop 抢先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玉邱明玉。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凿科家帽》的作者哈郑如晴郑老师，同时呢他在书里面也提到了很多跟他这个两个女儿相处的方式、教养的方式，以及他自己的一些人生观哈。那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在张莹的成长，大女儿张莹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发现她的这个美术的这个才艺的部分，是就尊重他，然后让他到这个大学发展。是可是他读到大学，读到大概一年级的时候，妈妈这时候又要开始展现他的权威了。你给我回来考这个台大农业推广的景观设计系，是而且当时你们会有一些争执，因为就张莹的心里会觉得说，我在那边读得好好的，我在那边也交了一些好朋友啊，是那为什么又要让我回来？对，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心里也是有点不解，感觉你前半段是一个民主的妈妈，那后来回来你还是我会觉得说啊，你还不是要女儿读台大？对啊，对，那你前面好像这个假民主都是假的，我心里会有这样的直觉啦，哈。那老师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一点？首先也不是我要让他去念台大，要看他有没有能力考得上。对，那时候只是说提供他，刚好我们有一个朋友啊，是他的小孩也是转学考，然后考进了也是农业推广，是啊，那我们就觉得好像不错，有机会哦。嗯啊，然后他也有去年他念过的课本啊，剩下的这些什么重点啦、书啦什么的。那我就跟我女儿讲说，其实这是一个机会。当然我们不能说他是台大名校的迷失啊。我的想法不是说这个学校是不是名校，而是说这个学校它的历史够悠久，是它可以提供的是一个更广的人文学习的一个环境。那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你想想看，台大有那么多的系，虽然呢他没有这个艺术系啊，可是他有人类学啦啊，还有那个城乡研究那个什么研究所啦啊，然后这些都是对于你学习艺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因为起码它可以提供有很多人文的那些思考，包括那个舞台设计。你说它虽然不是艺术系的，可是舞台设计它有提供很多跟美术有关系的。所以我那时候就跟他讲，如果你今天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家，真的纯粹的艺术家，那你应该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学府去看看。当然我不是说他念的本来的那个大业大学不好，他也很好。大业大学空间设计非常的棒，是对，让我跟他讲说，你要不要来试试看，试试看，考不上就算了嘛，对，考得上也许提升你一个更宽广的一个视野。所以他后来多一个人生的选择，对，所以他后来很不情愿的啊，就来考。那你刚刚有讲过说这是不是我权威的一种展示？是，其实我常跟别人讲，就是说我们的妈妈的态度是家长的态度，其实是民主跟放任是两条，就是说看似两条平行线，其实只有一线之隔啦，对不对？所以我们是说啊，我很放任你，我也很民主，但是这当中我又希望给你个大的方向。是啊，可不可以说，在你的兴趣之内，如果你一直照着你的方向走去的话，也许那个方向会越走越小，也不一定。就是那个兴趣越走就越偏到别的地方。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扶他一把，对，顶他一下。对，那如果说我今天给你一个更大的一个方向，让你在思考上面有个更宽的一个视野，说不定你今天走上去的一个环境又不一样了。所以我是希望提供他一个更大的方向，让他将来有更多的选择的机会。是，而且老师你在书里面，我有当然很多这个你的读者哈，就提到这个故事《甄婆婆的眼泪》这个故事哈。我为什么会就是说这《甄婆婆的眼泪》跟你，我会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反差啊。那我先跟观众朋友讲一下，大概爆一个雷啦哈。什么叫《甄婆婆的眼泪》？就是你的大女儿去英国读书的时候，有碰到了一个黑人的房东。对，那她当然就是跟她这个有一些情感在了哈，因为这个黑人房东看起来是对她很好，叫甄婆婆。那他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他是从千里达来的哈，那来到英国这个社会，他就是开始打工啦，就做一些比较比如捡垃圾啦，或是在医院服务的工作，对，挣了这些钱哈，他其实给他女儿最好的，唯一的女儿，对，唯一的女儿，比如说他女儿要读名校啦，就是开销啦，他就是
跟你一样啦，就是基本上就是很辛苦的去拉拔这些女儿长大。嗯，但是为什么我说这给你的反差，这讲到甄婆婆眼泪这一章节哦，嗯嗯，就说他们在圣诞节的这个时候，甄婆婆哇，她知道女儿要回来，当然做所有的妈妈哈都会一样精心的布置啦，买了一大堆东西啦哈，然后就是希望女儿回来。后来女儿回来就给她摆臭脸哈，然后而且她迟到很久，迟到非常非常久，嗯，对不对哈？那回来她才。母女，然后妈妈当然就不高兴啦，啊，你怎么我等你那么久，你们都不知道我那么辛苦什么什么的，对，才知道说原来女儿跟她男朋友分手，然后本来还不情愿回来，就只记得说正陷在悲伤当中，对对，然后后来当然就是因为这个裂痕之后，那妈妈当然会心里会觉得说啦，啊，我布置那么久，含辛茹苦把你一直讲到以前啊，含辛茹苦把你提养长大，你好，你都不感激我什么的哈。然后这个女儿当然也有话，后来就变成说，这个本来很温馨的聚会就不欢而散。对对，那我是为什么会觉得说跟你有一个很大的反差？这个我会觉得说，甄婆婆是不是跟她女儿也同样出了一些的问题？是说她可能我花钱养你，哎，就是可能父母都会这样子，我花钱养你，我栽培你，那你要听我的啊。嗯，对，然后就。我当时觉得甄婆婆值得同情，后来女儿就负气而走了嘛，对不对？我觉得跟女儿态度也有很大的关系啦，哦，对，因为女儿刚好那天跟男朋友分手，嗯，那心情非常非常的不好，嗯，那回到家的时候，她其实她女儿忘记了她现在自己的悲伤嘛，她已经忘记说妈妈等她等了很久，圣诞节，因为妈妈怀着是一种期待兴奋的心情嘛，迎接节日嘛，那对女儿来讲这个是一个我悲伤的日子嘛，对不对？所以两个人基本上就是有不同的立场了，对不对？所以呢回来的时候妈妈呢当然也不知道女儿发生什么事啊，忍不住的说哎呀你怎么让我等那么久，那刚好这句话碰到那个女儿的已经很不开心了，那就讲话可能就非常的冲，okay， 那就跟妈妈就吵起来，嗯，那你知道我们人在吵架的时候就没有好话嘛，那么一吵的时候那个情绪引爆点会引起妈妈就开始诉说我怎么一路辛苦把你带大，对不对？一路就开始跟女儿追讨这些感情上面的，这些，曾经的负担就对了，那你对女儿来讲我也没有要求你这样啊，是你自己愿意要付出的，要逼着我去念的啊，等等的，那个战争就非常的大。后来呢这件事情呢，因为我女儿是他们当天唯一的被邀请的客人嘛，所以在全场看了这样的一幕给他一个很大的震撼，他心里想有些对话好像也是我跟妈妈之间，我们彼此的会有这样的一种情绪，所以那个女儿就我说为什么会跟你有一点点的这个类似，因为你也是含辛茹苦的这个，对拉拔两个女儿长大，你心里会不会也会有这样子，多少会，我相信这所有的母亲都会有的，即便就不是说自己一个人拉拔长大了，所有的父母会觉得说我为孩子为孩子付出，我都是为你好，对，都是为你好。那我们最怕其实在现实当中我们口口声声说为孩子好，这句是他最讨厌听到的，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说你为我好，可是我没有感觉到那是为我好，我不快乐啊，但是我们的出发点就是我为你将来幸福着想，对不对？可是对孩子来讲说你这些的期待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我成长过程当中我要的是一个欢乐的成长过程，这当中是有个很大的落差的，对不对？是有违背的嘛，所以为什么这个母女的战争父子的战争永远没完，是都是这样世世代代都如此，对不对？就没解嘛，所以我觉得说像这种的就彼此一定要和解，那和解是什么？一定要父母说出他的最终，说我真的是希望你幸福，当然每一个人在幸福的过程当中也许这前面你要付出代价，是，然后那孩子要懂得父母这些，那孩子也要跟父母讲说其实我要的是快乐，好，我不要我的人生我那么小我就变成一个大人了，你提早把我变成大人了嘛，所以我的生活是不快乐的，所以我觉得要彼此要去沟通才能得到和解，对，老师你真的讲到哈，就是我其实我都是为你好这句话，我觉得到不如反过来哈，这是我最后一个问题要问说，其实我们还是要为自己好啦哈，老师真的是我人生的一个典范，老师你到46岁去考硕士班哈，对，然后还研究所还在台东，那你就是每个礼拜二礼拜三还坐飞机这样子，就是很有毅力去把它完成，是，对，那你到现在还很 enjoy 你的人生，比如说像君
妮有时候在外地拍戏嘛，好，然后有时候会关心你，然后你就会说，还有你的女儿现在也是在那个别出国去了嘛，哈，对对对，那那你就会叫他们不要担心你，你自己一个人都可以过得很好。对，我就跟他们讲说，我会等你们老了，我再老。那要怎么样的爱自己，就是对自己好。我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早餐你可以吃三个小时啊？哦，没有，因为我早餐的时候有很多事要处理啊。Okay. 那我就一边吃的时候，我吃早餐，其实我是一边在处理事情，所以我一杯咖啡可以喝到三个小时，还没有喝完。那最后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的朋友，就是说，尤其是妈妈啦，哈，大家都很辛苦，怎么样爱自己？然后尤其是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安排？我觉得第一，女性朋友一定要找到一个自己的兴趣，兴趣。今天无论唱歌跳舞都好，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兴趣。这个兴趣如何让你自己快乐，你的孩子才能快乐。是，好，老师今天给我们上了的课，就是让尤其是我啦，我自己哈，就是有那个客气的那个有非常宝贵的一些教养的经验啦，还有人生的历程，真的要爱自己，然后才能够再爱别人。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郑如琴老师，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接下来请收听由朱雪恒主持的 Pop 抢先报，谢谢，拜拜，谢谢明玉，谢谢，拜拜。